大家好，又是想在40岁以前吃遍中国所有的美食的小波波。然后今天这家店他们有咸蛋黄、肉松、鱼头。他们说每个鱼头上面有30个蛋黄，我想知道到底有没有30个。走吧。哇，好，那这个不是我一个人吃不完，那肯定，怪不得也是这个可能有700多块，那应该不错，但是一个人当然吃不完，要带几个朋友，388，这么大的一个鱼头，怎么办？做一个。Alright，Let's do it。做一个咸蛋黄的。今天晚上我不吃饭，可能明天也一整天都不吃饭。因为我会那个 hypertension。我觉得非常的美，是不是很漂亮，很多颜色。然后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咸蛋黄，但是我已经是很热爱咸蛋黄的一个人。鱼头，我很喜欢吃鱼头，这个是湖南风格，就是长沙那边的风格。然后他们放很多辣椒，所以非常非常的辣。I feel like my life's purpose， 我生活的目标就是来这里吃这个东西。So without further ado， I'm gonna get it。This is the definition of a food gasm. Wow. 我没有，我就想吃，我没什么想说的，就是非常非常超级好吃。如果你喜欢咸蛋黄或者鱼头，或者如果你喜欢吃，一定要试一下。Wow. 确实会有一点，我觉得我吃不完，因为会有一点腻，但是味道是完美，然后他们那个鱼头是有很多部分是就很多，一定要找那个肉，因为有很多骨头，但是有很多部分，所以要找一找，就很好玩。吃鱼头我觉得很好玩，因为要懂，如果你不懂的话，可能吃完你觉得吃了完，但是还有一些部分你没有吃，所以一定要懂，比较懂怎么吃。有一些这个没有，但是有一些他们会放饺子在这个汤里，他们会放饺子，然后他们刚才你们看一下这边还有面，可以把那个面放在这个汁里，然后应该非常非常好吃。多放一点汁，哎，这个勺子好大呀。喂，第一口不会有更好吃的东西，加了面就发现自己想做了，有面更好吃，这个就是真的就是幸福的味道。 I found the eye， 它的眼睛我给你们看一下。 Looks like an octopus。我很喜欢鱼的眼睛，而且这么大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大的鱼眼睛。好吃。它到底是不是有30多个？它到底是不是有30个咸蛋黄？因为他们说是很严格，就每一个鱼头都有30个，对吧？但是他们加了2个，所以到底是有32个吗？还是因为不仅有那个肉，那个很碎的那种，还有这种。一整个咸蛋黄，其实挺多的呀。
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三十个，你觉得呢 ？Camera， 你觉得有三十个吗？但是肯定有二十多个，但是我觉得不重要。但这个一定不能自己一个人来吃，因为这要四个人来吃，因为真的一个人的话会有点贵，而且浪费食物。一个人当然吃不完，要带几个朋友。波波没有朋友。我觉得很值得来，这是在上海的一个餐厅，然后非常好吃。所以如果你们觉得好吃的话，你们喜欢，你们觉得很有创意，别忘了转发点赞。然后你们知道 This is good, life is good. And remember, whatever problems you have in life, you always have food. 叫住你们